继续开会，接下来请黄议员石龙质询，时间45分钟。议员，您质询前，我先介绍一下，咱今日有真侪旁听席的观众，咱的市民朋友，我来做一个介绍。今嘛有高雄市、南麻溪、楠仔区、锦屏里，还有宏昌里的里长率领他们的里民来到现场旁听。咱是不是用破声给因鼓励欢迎？好，黄议员，请。议长吼，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各位局处所长吼，各位同仁，大家好早吼，还有李顺清议员吼，大家好早。首先吼，市长，咱这个新政府啊，拢是倡导讲咱这个转型正义啊。哦，这转型正义吼，这是真正有一挂爱转型正义的部分吼。这有些市场你可能都唔知影吼。你像这我即摆讲就是讲，这个、部分吼，这个部分，即摆是迄个货仓路嘛，啊，甘即斜砖路，货仓路甘斜砖路的边啊吼，货仓路甘斜砖路的边啊，伊的边呢，这就是全部较早吼。民国五十九年的时阵呢，伊就用合法的建筑物啊，合法的吼。民国五十九年7月13日，呢，就是用合法的。啊，就那为着市政府嘞，当时为着配合着中油嘞，啊，就把民宅吼，把所谓民宅嘞，拢敢变作绿地，吼，这民国61年的4月70日敢变的安尼啦吼。这开始讲。就是讲，对一个老百姓来讲吼，一个财产全部拢都无去啦，因为伊是合法取得的建筑物啦，合法取得的建筑物吼，吼，这全部吼，这全部拢绿地吼，这中油这个灰色的内底吼，土色的内底都是拢中油，这个绿色的吼，就是全部这墙外、墙外吼，就是往后进的边啊，全部吼，这全部都是拢敢变作绿地，这后进一家，啊，即卖咧，就是讲，伊当初咧，伊即爿遮就是拢民宅，即爿遮民宅，咁后壁遮拢民宅，吼，拢民宅，啊，民宅咧，伊全部甲变做绿地安尼吼，你看像这安尼，吼，拄我即阵吼，最注意看一下吼，你像这中央的墙啊内底，这外口咧，这全部拢甲变做绿地，这本来拢合法取得的建筑物嘛，合法咧。民国五十九年7月73日，因这全部拢取得合法的那个建筑物吼，60几年较敢变的吼，好像这全部吼，规片的拢是哦，这规片吼，从头到尾这规片啊，规座拢东西啊，这全部这是拢当初就是阮讲起换厝，当一批起的对，这拢民国五十九年的7月73日的取得的有建造，有使用执照吼，全部拢有，这当时的地目呢？就是建地，吼，当时的地目就是建地吼。即摆来到61年的时阵呢，迄阵都是计划要全部要公告的时阵呢，当然就是中央要求的啦。吼，伊家墙的外口，唔是伫墙的内底，伊家墙的外口应该你今日要设这个绿地嘞，应该是要切占中央的内底较对。吼，是中央的围墙里面，你自己增设绿地，你爱预留，爱无嘞，伊家这吼强占民宅，吼强占那老百姓的土地。哦，这本来拢当建地，即马变拢共用做绿地，还遮厝的人呢，第卖贷款钱，买贷款也卖贷款钱啦，买也无人要买，曾经嘛有迄种建商想要收购，就去问我，甲我问讲这绿地，敢有法当变倒转来？我讲中油啊，但只去继续营运的时阵可能就无法度，等下中油吼爱停落，还是靠法当来检讨这个代志。我即阵当时我嘛是安尼跟伊讲，这全部都是拢吼，佮搭八卦车也是，吼，这搭多就是油槽尾啊遐，是油槽尾啊遐吼，这佫较早，这比搭多佫较早，吼，这佫较早，这全部你啊看，这厝吼也袂当拆开去呢，局长，这厝吼这样伊拆开去第袂申请者，因为伊绿地袂当申请，会当安怎？会当小补尔。这厝拢头五十栋的厝啊啦，拢50年啊，这啊
伊市政府较早按即个市政府即起的吼，即个围炉啊，应该早拢爱报废拢拆掉去啊。这将是无多老百姓地，哦，也无当拆开顶起啦，会当小补尔啦，对啦吼。我另外一个啊，你想这，另外这我谈中有迄药草的旁边啊，吼、哦、药草旁边，这应该是爱立地，我打讲应该是爱设站内底，伊即摆为着引起药草，啊甲强占那老百姓的财产，就对了，讲强占。哦，这全部你讲像这拢当民国五十几年诶有诶合法的诶厝，啊全部拢敢变做立地。哦，这即摆都就是讲这个、中油咧。我不要等下局长建议，中油已经是104年已经停起来啊！哦，是不是按市政府按这都委会嘞？按即马来检讨，加边那来变作吼，佮、哦、变作当来建地还老百姓。问题要变作当来时阵过去嘞，你若讲市政府就这种部分为了讲啊，佮再回馈金，啊，我要甲请问局长，就是讲这个部分原来是建地。哦，原来建地共强占的，你去变得当然，应该这是无回回馈金的部分就对了。哦，这应该是无回馈金的部分了哈、哦。啊，所以我那个请局长哈，那个答复一下哈，那个请李局长答复一下哈。请局长回答。哎，请局长答复一下。谢谢议长，谢谢黄议员。我想这个整块绿地哦，当初是第一次南子发布都市计划的时候，在1961年他就把它划为绿地。但事实上，就像议员所说，他有一些建筑物是在那个都市计划发布前就已经存在。那当初划的绿地总共有11公顷多，那其中有大部分是中油，又一部分是私人。那我们是认为说，既然当初划这个绿带的用意是要去隔离我们后进社区桃园社区跟我们中油炼油厂的这个做一个缓冲的空间啦、啊，啊，现在既然我们的厂一定关厂啊，啊，所以未来我们会来检讨说适当的分区，啊，他议员关心的那个负担的问题，当然这是有一个咱有一个负担比例规定，啊，但是因为这个案可能有一些特殊性。好、哦，他说有讲啊，我们会来看想一个办法，看要安怎来面对这个议题。你请这样局长，因为我本来局长讲这好好的规划，因为这老百姓哦，这开始讲生气有够大个啦，哦，伊财产拢无去啊。我咧去想讲，这唔来要安怎来请求赔偿都无啦，要安怎来赔偿？你害这人40几年，民国61年甲公告绿地到正时，害这人的厝也袂当买卖，也袂当贷款，啊，一般人。啊，讲下办了，我袂使拄好，我会当摕出来贷款呢。啊，遮也袂当贷款一啦，哦，啊袂当买卖一啦。啊，这种损失，啊，这种损失，直接是要哪来赔偿啊？这个法制局长，法制局长啊，拜托听一下吼。因为这种物件，哦，伊原来是合法，啊，伊有装有枪战去，啊，枪战造成讲，我头下讲的，就是讲，遮个厝嘞，含要贷款也袂使贷款啦，也袂买卖一啦。也未拆开登记一啦，要拆开登记地，伊要未申请一啦，伊要立地啊。啊，所以像这种按什么法律依据来给做，给做头家的老百姓的损失无啊？啊，请那个法制局长啊，答复一下。请法制局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议员哦。有关于这个是不是中油强占的部分，这个要首先了解。好，那如果说真的是强占而使民众没有办法去新建的话，民众可以依法去主张这个法律上他们所有权的一个权益。好，但是因为这个法律关系我不是太清楚，所以这边的法律救济方式我们可能必须要了解以后才有办法回答。这拜托局长吼，看有啥物这相关的资料无提供一下吼，这提供给老百姓一下，好不好？我甲查看卖咧。哎，查看卖，因为这开始很明显的被强占了，对了吼，这很明显的，因为伊的建造这是从民国59年就有啊，民国59年从合法申请的建造，啊，就是迄个强占变作立地起，我变成讲老百姓的这个权利受损了，对了。哦，这部分是不是看有什么相关的法律的资料哈？我提供我们家老百姓呢、啊。我们私下在跟议员这边找资料再了解一下。好，谢谢，好，谢谢，感谢哈。我决定这个李局长这部分，哈拜托了哈，因为这下我第一摆，因为说总有多拿填起来，啊，第一摆提出来这那个公开讨论这问题，这我相信讲，哦，市政府有些这恁拢乌尾来人拢唔知影种有这个代志嘛哈，啊，所以这个物件是不是讲？啊！那怎么来都委会？按这5年通牌那个通盘检讨一摆的时阵，哎，提出来好好的检讨一下啦。好、哦，这样决定安他们啊。局长先回答一下哈、哦。
安个头偌久会当检讨到？安个在伊这五年检讨一摆，安头偌久会当？这阮会来找适当的程序来甲检讨。哦，因这感觉去再等到五档，不一定有法。咱看有一个什么款的程序，什么款的案来甲做一个检讨。这因为这总有一根是停起来吼，这拜托爱提早来检讨这物件，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了吼。这转型正义，正港的一个转型正义啊。所以，阮会伫法令规定，甲咱民众的权益这。取得一个平衡，我们来做最大的努力。哎呀，这要拜托一下哈。那个另外，个另外哈，个另外就是，污染的啦哈。啊，这个中油，那个东南水泥哈，东南水泥哈，啊，这个东南水泥，这个污染哈。东南水泥，那个环保局长哦，环保局长你知影吼？东南水泥吼，这污染真严重吼。按这个文武国小、国中啊，他们的社区吼，发起是这个十月七十，下个礼拜六吼，下个礼拜六要在这个因的社区游行了吼。因这 DM 的全部拢有发出去啊，吼，这全部因拢有发出去要游行，要抗议啊吼。因为这东南水泥，伊即马就是讲污染呢，当然没办法完全改善，吼、哦，无当完全来改善。我之前也捌讲过，是毋是讲该协调，吼、哦，协调讲看伊谈伊原有的原料用料，卖去对别日个再进原料去吧，有无？吼、哦，卖去再加增加污染无，卖去进原料去吧。啊，无这老百姓哦，这来个文武国中、国小，这些师生啊，附近这些。住户吼，反应真大吼，反应真大。因即马十月车站嘛，要发动一个大型的这个游行活动吼。另外，这最近这烟塘嘛是去烟遮尼大，吼。这烟塘最近烟嘛是去嘛是去真大了吼。佮大家想这吼，因写啦，因写讲这，你想因这振动式的吼，振动式带个。那个戴氏的集成器这吼，因拢下工头，因的时间三十档啦，啊三十年呢，叫对你来看啦，这拢民国七十年的啦，吼、哦，这拢民国七十年，那个七十年啊，迄阵啊用的啦，啊七十年啊三十档，这三十档应该1802年嘛到啊，这应该早拢爱停开啊，这拢超过伊的使用年限啦，这全部你啊看，这拢超过使用年限啦。哦，这样七十几年啊，这伊个提供的资料啦，因的使用年限三十档啊，啊三十档应该这样超过啊，要讲的这个工厂伊个一挂设备用超过使用年限啦，所以不管你遐个污染嘛，哦，看污染遐严重，一而再再而三，污染最严重了吼。之前俺家叫伊停起来的时阵呢，俺家叫伊停起来的时阵，迄阵啊，我会记讲。迄阵啊，听伊讲啦吼，讲可能爱一两亿，伊靠我当用个设备吼来完全来复工啦。啊，即马，因即马迄个，因这调查的资料是讲可能开了2000万尔，因开2000万呢，料得要来啊草率复工安尼啦。啊，所以来造成了最近啊，敢那复工哦，敢那有告白吼，有告白吼，诶，这停路啦，十月七早伊点火啦，十月十五佫再过江佫停开啊。哦，局长，这你应该知影吼、哦。这个停开啦，哦，停五工啦。来十月二八搁复工啦，搁点火啊，三一个派啊啦，搁故障啊啦，哦，搁三一个故障啊，搁停开啦。来即马十一月七三搁点火啦，十月七再搁派啊，搁派一礼拜啊。哦，十月七再搁再派啊。来十一月七十啦，十一月七十哦，搁开路啦，啊，东港搁派啦。哦，我带去东港去拍啦，什么去带来哈？因为我在资料个临时有诶吼，就是讲来个十一月十一去开路，啊十一月十五去带拍啦，吼、哦、十一月十五去拍啦，来十一月十五去开路，十一月十八去拍啦，咪带去带故障去带停路啦，来即马十九去开路，十九东港去拍啦，哦来十九去开路，二三去拍啦。十月二三，佫带故障佫歹啦吼，二四佫开路啊，二十五佫歹啦，即摆其他开佫开路啊啦，吼、哦，其他开路啦，
啊，这你也是讲十月七十局长，伊十月七十甲正时吼，因为我为资料都较乌尾来，无拍无就泡泡内底，就我的手只吼。这安尼你也是讲告白了，告白开锣，我停锣开锣，我停锣安尼吼，啊，因党都是在多海拢遐人大讲啊，因党都遐人大讲啊。啊，所以临近这师生吼，遐学生啊也好，老师也好，大家拢挡袂牢，搁在遐徛家拢挡袂牢。所以吼，因就是这个发动十月七十，因有一个游行的诉求，我就是讲吼，啊，卖好草，好个草率，复工安尼啦吼。佮再来就是讲，安宜兰，宜兰这个1905年六月七日时阵起来的，迄个安这个空气吼，空气污染啊，啊，这个排放啊，这个加盐啊，哦，安这个宜兰是这1905年六月七。宜蘭縣政府就公告實施啊，就公告啊吼。按公司咧，當然是阿未啦，吼，按公司是阿未公告吼。啊，像今年古迄个一月七日，吼，因為我資料就是講，迄陣啊局長也講吼，迄陣啊局長講講三個月要用一個，用一個答覆啦。啊，當然了，就是五月七日開一個公聽會。啊，公聽會去啦，去去到敢公聽會吼，內底吼，迄個安尼會議室，迄個中庭的迄個中庭的會議室吼，座無空席啊，內底坐到雜通通落底啦，全部攏坐到甜甜甜啊吼。來六個七八，按公報叫按個集會有通過，好怎啊通過？來七月七日，誒集主協調會吼，集主協調會，來法規委員會吼，到九月二三。啊，即摆十月七日吼，听讲是讲按上即、那个市政会议吼，市政会议吼，吼、哦、可能阿未通过迄款，按、啊、可能市政会阿未去讨论到即条迄款吼，按、啊、了咧，按阿个再上广播书诶，吼、哦、了阿个再上广播书吼、哦。我要请问局长啦吼，局长是讲即个家人的部分，像他拄仔讲诶，讲安尼一而再，再而三，爱伊啦，伊啦，伊啦，伊啦。伊也卖水，伊也跳车，啊，当然就是讲伊今年诶，换轮胎，啊，离燃剂啊，废油，拢无去烧啊啦吼，啊，无去烧咧，伊即马是安怎海跳车海严重啦？伊到底啥物原因？按广播叫拢有去看嘛？我请局长回答我一下吼。请局长回答。好，谢谢议长，谢谢那个黄议员哈。东南水泥伊其实伊主要的问，进前主要的问题，第一是异味啦，的臭味；第二就是粉尘的逸散啦，哈。所以臭味的部分，伫进前阮要求泥燃剂、废胶膜、废轮胎全部袂当烧，哦。所以这部分有关异味的部分，应该这部分是解决了，哈。啊，下来就是粉尘的部分。粉尘的部分，阮即卖一个重点就是伊内底带式集成器甲静电集成器这两个部分，吼、哦。所以拄则有看到讲，有关伊有一挂故障，吼、哦，包括伊个炉有一挂故障，也是讲伊内底一挂伊个设备有故障，吼、哦。这部分阮拢一直咧注意，甲议员报告吼，阮、哦、一直派人伫因厂内，只要伊若有他有操作，阮人就伫遐，吼、哦。这个部分完全拢清楚，吼、哦、啊后手呢？后手一个福冈的丁叔，依照空污法的规定，得爱找相关的这个学者专家来做一个评鉴。所以相关伊这个故障啦，啊是讲伊这对有啥物问题，我们都会忠实的呈现伫这个评鉴的一个规定内底。好、哦，这个绝对不会说有草率复工的情形。好、哦，这第一点，甲议员做一个报告哈。哦啊，第二个部分就是讲，迄、那个检验标准，检验标准，今年正月先文武国小有过来，哈、哦，啊，我有跟他讲，三月会告诉你们我们后面的情形，所以后手阮的积极的制定就是讲，这个检验标准，哈、哦，啊，检验标准，阮已经甲这个案已经送去甲市府啊，最近就会当伫市建会议来做一个，来做一个报告。后手的一个定数，依照空污法的规定，佮上环保署来做一个核定，哦、所以这个定数的部分是安尼，吼、哦，甲议员做一个报告。拜托吼，因为这老百姓你也知影吼，即马大家生活品质拢提升啦，
哦，大家这个对这个周遭的环境哈、哦，这个污染哈、哦，大家拢都排斥的。啊，所以就是讲，因为你想讲，近半边山没有在采矿啊嘛，啊，不是采矿，哦，俺、啊、是不是讲，甲协调协调讲，是不是恁甲这些原料哦用刷，卖去再进原料去吧？因为原料去把你去进口去吧，啊，去车去载，啊载你也想去倒嘞，去用，哦，嘛是灰尘，嘛是去再用来用去啊。你用去再去等等只生产。佮因为伫附近，按只老百姓诶生活品质，吼、哦，是毋是因为伊只工厂、伊个设备、伊只达多只达多看，拢超过使用年限足久啊嘛？吼、哦，是毋是来甲写一条？写一条讲你是毋是淡只用了？吼、哦，有一个落入条款，你了的时阵卖去再淡只用啊？我、哦、当然市场爱配合伊嘛，市场爱配合伊吼，咁咪写一条就讲市场配合伊即块土地免啊开发，免啊改变这口去带个土地，互伊会当去带去办理做。我们不是在反商啊。啊，唔是讲即反商啊，俺从我们从来不反商，就是讲你主要的污染，嘛唔卖讲污染着，你来只大家先拢无问题，啊问题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我打讲伊十月七十到打到十一月二几啊，个下月啊连续开车停车开车停车有告白啊，啊即我相信讲伊就是未顺，唔该开车停车，爱开车停车咧，伊就是污染就去走出来啊，伊边开车边停车污染就是去走出来啊，啊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啦吼，啊当然就是讲。啊，环保局家，哦，当然你要劝导不听，我们啊是严加要取缔，啊继续爱戴，一定爱给伊改取缔啊。黄南木啊，局长，哦，好，你请坐吼。佮在咧局长，我啊要甲你，这霍建熙啊，霍建熙吼，他是公安市政府吼，安在市长领导之下吼。按这个红月溪吼，整理了是真正足水的。红月溪吼，敢那大家一个附近运动的人哦，有够多啊。因为较早红月溪大家知影吼，臭毛毛啦，无人敢去啊。啊，这样子啊，啊，较早无半只鱼啊，含溪啊内底含一只鱼啊都无啦。啊，这样子嘞，规个鱼啊，大家来倒我吃。哦，这前面较早相片，我拢有摄过足一摆啊，鱼啊有够多啊。起码就是讲，我们政府市政府很用心，就把后街区整治这么漂亮，嘛是够有一挂不肖的厂商了，对啦，哦，偷白水啦，偷白那是哦小部分啦，哦，啊，你也是讲这鱼的部分啦，这啊，这我刚刚透早啊，我五点我就去慢跑了，我大家拢会就拄个公园只慢跑了，暗晚的时候无看到啦，一个天光的时阵哦，小姐人搞炸落来了。然后找到议员啊，吼、哦，这个溪啊，啊，规个拢油呢，你没看完啊？害我都无，都我赶紧办旁观走溪啊，边只边头顺啊。啊，确实讲，就是讲，这拢油啦。你讲想要透早天气个雾雾呢？啊，这离啊，今麦这恁严重咧，透早天气个雾雾，我敢用这个翕呢？你看就这严重啊，用这个翕就这严重啊。啊，所以咧，这部分哦，你看，好这啦，这张较明显，吼、哦，这张较清楚，这张多较更小啊。迄规个就对啦，规片啦，规片啊！你迄奇怪，政府出了恁借钱，遐恁用心要甲红的去整治好势，安尼建言去在遮恁头牌。这决定我是安尼来建议啦。啊，如果厂商啦吼、哦、有开发过、欠倒过吼、哦，不听那个头牌安抓着吼，一律要停工啦。这一定爱用强硬的手段咯，应该会惊啦。啊，无根本你甲伊罚钱，你讲罚十万、二十万。对厂商来讲，伊就感觉讲无伤大雅，因为你罚十万、二十万，对咱一个厂、一个工厂来讲，拢小我代志尔。哦，用劝导不听，哦，我开过罚单又不听的话，搁再一而再、再而三拖板哦，一律一定爱停工啦。哦，这个我来看，真正些是不用强加、强制、强制的手段哦，他们根本就没办法改善了，因为你延后这些像降息的人口非常多了。哦，啊，佮在老百姓淡薄运动的人非常侪，你若小可有意外有啥物货吼，大家就小姐拢会敲电话。我相信讲，你像这敢那这敢那，迄个东港嘛敲足有老足侪人敲电话啦，嘛拢有人足侪人敲电话去通报就对了。哦，啊，这局长你看是安怎？你请局长回答一下吼。请局长回答。好，谢谢议长，谢谢黄议员哈。霍进西他袂讲伊个起户家投入足侪资源啦哈。水利局遮嘛有新的一个青埔沟，遮有新的一个立间的处理遮的水质净化的工程，吼、哦、啊，所以其实像类似这个部分，拢是偷白，吼、哦、偷白的情形吼、哦。
阮即马环保局有拢有拢编组，包括几条重要的溪，洪山溪、后进溪、阿公店溪、顶埔溪，其实拢伫掠遮个头牌的部分啦吼。啊，头牌其实伫后进溪，对旧年甲今年，阮停五间、三间山石啊，两间金属表面处理的，一间食品的。像即间食品，一、那个食品厂哦，阮一出的即五间是拢停工，搁兼罚你540万。哦、所以这不是说、哎、像类似这个这么恶劣的事情、哦、我们抓到了一定停工、哦、偷牌的情形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哦、尤其这个投入这么多的资源、啊、后进溪目前也对102年、103年的严重污染到现在已经变中度污染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关会特别来注意相关偷牌的情形、哦、其实这个业者应该都那个电刀啊，是金属表面处理液，吼、哦，这关会特别来注意吼、哦，这关机关做一个报告。对，这拜托吼、哦，因为这你写这啦，你打工的你写这，叫你写这，你打工的这较早是迄个重度的污染，吼、哦，即马变重度的，较早是重度的，啊，较早就敢啊检调中油，就检调多济啊，较早中油都专门去偷排的，中油较早是偷排落到地，迄5万吨的油槽的拢当废油，一摆就甲伊放10万吨落去。迄当然，较早会变重，迄个重度的污染。迄其实淡只讲煞讲，迄较早你讲溪啊，较早迄种红色的，其实嘛是日月光啦。吼、哦，早迄阵啊，迄个纪伯林迄个看见台湾那块迄个影片啊，迄阵啊，大家拢认为讲啊，迄可能拢日月光，其实迄嘛是日月光啦。吼、哦，迄嘛是日月光的迄种色啦，其实啊，因为日月光的上游都规个拢迄个色啊。你若讲日月光的下游，迄个色啊，当然就是日月光嘛。哦，啊，伊是日月光上游嘛，是迄个色啊，所以其实迄个迄完全日月光啦。哦，所以阵啊，这是算讲过去较早大家拢认定啦。啊，当然即马大家哦，中油无偷牌，日月光即马拢有改善啦，真济。哦，你即马溪较好，溪咧希望讲会当讲淡仔划船，因安尼溪水，你也是迄个闸门你要炸起来吼、哦。我想讲市政府当时嘛是有这个规划啦。我们市政府嘛有这个规划，讲是不是在红的溪内底会当来划船？哦，你的那个水流，那个水闸门炸起来了的时阵呢，遐个水呢，深度头有2米至3米啊，深度了。啊，深度2米至3米，如果讲按这个水啊，拢当完全没有污染的话来讲，我们怎么样划船呢？怎么样那个划船哦，足适合的，因为安尼跨度有够，按周边的环境够有够水的。所以这种我之前爸爸甲民政局讲吼，爸爸民政局讲，是毋是讲吼一区一个活动，就是讲淡这个所在，啊，所以这个所在就是讲按这个水咧进，啊，拄仔局长讲的，这是中度的，啊，那可能降到低度的时阵，按可能就我当划船，因为进吧佫不适合啦。虽然是讲有鱼啊，当然有鱼啊，毋是代表讲全部完全污染没有污染了，哦，嘛是佫在有无适合人类饮用就对了。哦、啊，所以你嘛无适合人类遐活动啦。哦，你若无适合人类活动，你想过去较早爱河捉草的时阵，你阵啊，我当请做议员，你白龙船划龙船一摆，我去一摆尔过，我都唔敢去划龙船啦。我议员要报名划龙船，我从来拢无爱去啊，因为内底都臭锅锅是要划龙船啦。啊，那是了慢慢啊改善进度好啊嘛。所以这個时间可以累积，可以来做的事情啦。我拜托讲按环保局这個，哦，佮在严加取缔啦。哦，即我打讲啊，即厂商啊，一而再，再而三，真个讲袂听，无当劝导，无当讲啊，就对啦。安尼就是一定爱拢爱叫伊停工，到你头讲啊，一定今年也停过几来间，哦，啊，今日停过几来间，哦，即部分爱去再拜托按环保局吼，按即个兄弟努力一下，用按环保局开始讲啊，即几冬来改善了非常济啦吼，即本来即几冬来改善了，我想大家市民，我安慰起居民附近，大家拢有感受啦。有改善啦，啊，当然就是讲还没有完善啦，啊，有改善，你还没有到完善啦，安得阿个再更加努力哈，安来个再来用好些安尼啦，吼，决定吼，较拜托啦哈，佮再来哈，就是讲这个中油哈，中油按这個交通局哈，交通局长交通局长哈，按这个捷运啊，按市政话好。安怎爱推广捷运啊？安本来捷运拢去了钱啊！吼，安一个准备基金只啊100几亿吧，差不多差不了去啊！
啊，这个呢慢慢啊，就是讲要平衡。啊，主要按这个呢，就是讲按这个周边，按、啊、一定要有很充裕的停车场啊。当然，你没有充裕的停车场，就是讲与土地的限制，迄就无多的啦。哦，迄讲这个土地的限制，迄就无多。啊，你像中油这是国家机关，国营事业，哦，伊这种物件呢，伊应该爱提供出来做停车场。哦，你看这几排啦，这几排拢无停车格啦吼。哦，这啦，局长。哦，这几排，这几排拢都无停车格，拢停在迄个银行道边啦。啊，银行道边问题阁未停进呢，这阁未停进呢，就提银行道边，这拢没有画格子啦，拢无啦。我帮你甲算啊，差不多三百几台啦，无地停的车哦，无地停的位哦，乌多摆哦，无位通好停的，我帮你甲算，我真正用帮你甲算就对了吼。啊，这啊，吼、哦。对啊，好像这有位的，你看人停到整洁划一，哦，作水安交通局这知影吼，安这交通局这路边这有位，这有位呢，拢非常美丽，这乌托邦拢停到大家拢非常整洁，我们老百姓呢，最大家做管拢停到足好，啊，当然就是无位就无多啦，就是安尼停来落来落去安尼就对了，哦，这有位拢停到足好势，哦，我是想讲，按这个红蓝内底，伊内底就是拢空地。哦，伊拢空地，内底拢空地嘞，应该伊要提供停车位，哦，这拢空地啦。伊这一墙之隔啦，就等于这墙啊，这树啊靠这个墙啊，就平的墙啊。啊，这墙啊，这边啊，这边边啊，这红墙啊，这边啊也红墙啊。啊，这拍开去白，这内底规片拢草皮啊。伊就讲草皮跟墙啊以外，就是无啥物物件啦。今天不是说，唔是讲伊有建筑物。哦，讲你有建筑物，讲要叫你拆除建筑物来做停车场，啊，就无理啊。问题就是讲，中油是国家国营企业、国营事业，土地咧嘛国家的啊。哦，啊，你国家的土地，你就是讲，敢那进目前敢那栽树啊、甘绿地以外，伊就是内底没有建筑物啦。应该伊这是爱拆除吼、哦，来，吼、哦，你看这全部拢空地啊，这全部拢空地。伊这应该是爱拆除做停车场，做停车场。提供停车场，停车场啊，迄边遐人对要来接呢，高雄大学啦，高雄大学吼，你若像高雄大学遐学生啊，看偌济要坐车呢，高雄大学迄边的人啦，吼、哦，迄个万中港啦，啊个右昌啦、举光啦，迄边的人呢，伊个动线呢，伊就是爱来这个油厂国小这站较方便，伊无可能去加工区这站嘛，无可能去加工区这站，因为加工区这站个动线无好。对那边的人来讲哦，动线不方便了，伊就是爱这站发动线方便了，对啦。啊，所以遐人拢来，啊，遐人来了，就像啦，拢无，你讲无地停，像啥像这啦吼，桥顶我甲你讲的，我把你安遐甲算，安遐算吼，三百几台，拢无违章可停的，三百几台。哦，啊，这中油这早期佮在写，这写这中油绿地袂使甲阮停呢，甲阮停哦，我们要甲伊计划呢，这佮拢有写。哦，这白个佮拢有写，所以讲你袂使甲阮停的。哦，这你看。这个写中油的诶绿地上呢，禁止停放机车呢，或者拍照几发呢，要去几发啦？啊，这你也是讲，规条多我讲安尼，几啊百台安尼变啊几发啦？其实今仔日就是讲，你中油内底围墙内底无物件，你敢树啊，感觉草皮尔，围墙有啥作用呢？社会进步啊，唔通当在过去有为了讲优越感，阮中油有偌大优越感？哦，你这墙啊，这墙啊拍开。就对这墙啊，拍开全部都在停在内底，啊，内底一个车道啊，停个规好势，是非常方便啊，哦，非常方便啊。即我记啦，当然市长这边爱努力啦。我记啦，也有找董事长讲，我嘛有去找副总经理讲，哦，讲这个墙啊，吼，爱拜托爱拍开。啊，当然董事长有时啊无清楚，伊我即个讲伊讲啊，你捌机会捌接顺过，我有印象，我伊也落来南部的时候，要去了解一下呢。哦，我本来讲我们交通局这边啊，跟他们多沟通，因为你要提供哦，包括停车也好，包括机车也好，汽车也好，很方便大多数人人来接我们接的音量安都是提高嘛，安都是提高嘛，啊，搁在减少污染，那主要搁在减少污染哦。这部分哦，我请那交通局长来答复一下，局长，请交通局长回答。你答复一下，哎，答复一下。好，谢谢议长，谢谢黄议员哦。对于咱捷运站附近这个
停车位的关心嘛，哈。那么感谢那个黄议员有召开会刊，哈。啊，伫后附近呐，哈。大概目前咱看起来是需求是很高，就是停车的需求很高。那我们在现有的可以划设的地点哈，土地上比较有限，所以会造成有一些等于说没有放在这个停车格里面的那台车哈。啊，尽量咱是离路边那有法度划设的尽量划设哈。譬如讲离左南路的西侧，咱目前差不多有200几位的机车，跟250几位的自行车了哈，啊，这部分也阁无够，无够。咱伫迄个七月车站吼，伫左南路的两侧公有人行道，阁有增设差不多30几个自行车的车架，啊，还是不够哈，哦。所以我们这次也知道配合整个周边土地在进行都市计划变更哈，整体规划哈，我们已经有函请到我们都发局，考虑将中油的油厂，特别是在左南路跟后昌路。迄，那个角角啊遐吼，大概有三千平方公尺的部分，是毋是让来划设停车场用地？啊，这是较长期变成是停车场的用地了吼。啊，拄则议员所讲的，是毋是伫目前的厂区内面有一挂空间，若是中油有意愿会当提供出来，当然我们也非常乐意吼，将它能够能够提供出来给我们的所谓的机车跟自行车来做停放的这个部分，那，啊，这个当然是有助于我们捷运的运量的提升。啊，以上跟议员做这样说明。这个决定吼，我是要拜托讲你要跟他们沟通一下，哦，因为我这边也跟他们沟通啊，你也跟他们沟通啦。妈，我刚才我跟你沟通了，就是讲难得啊，交警也不会重视啊，捷运局也不会重视啊，你是说吃饱，明天代表到吃饱，然后就讲诶，啊，其实诶，很多老百姓我讲诶，完全讲那边，讲大家那边，违章那边。做一项无地停奥特曼，大多啊，伊下内底立地袂当停啊，停要甲起花。做一人来甲我定情，讲议员啊，你敢讲中央尔？你敢毋去拜托国王讲一下？即都会当开放，我大家用个用一寡停车位啊，无我停淡薄仔足危险个啊！啊，万一后当时要调，我着阁罚钱啊！咪调无代志个，调着阁罚钱个，爱废气啊！啊，要解决那边喏。啊，其实就是讲，伊总有即个立地内底，我讲个，伊内底不是有硬体个设施。你若讲有硬体的设施，讲要叫伊拆起来，讲我无理啊！啊，那有硬体的设施，你要叫我拆起来，伊内底敢那草皮尔，啊，草皮那些我整理一下，伊就当停车啊嘛，吼、哦！前面有会看，我相信咱消防局人也有一个现场，因为里长啊，终于无人出来啦，终于在甲叫那里长出来尔。按你里长，你知安怎？因为迄块地吼，有一半都是320户，因遐有一个有住户啦，啊，320户跟这个绿地无关的。因这320户平呢，因围起来，因有用铁栏杆围起来，因四个人等赶快围起来，啊，甘这并无关系啦。因内里长安怎讲？伊不同意讲，家己的绿地讲拍几红停机车啦，伊讲怕造成他们那边住户嘛，生活乱掉了。我讲啊，你也怕生活乱掉，我们外面生活很乱啊，我的交通流量也足济啊，你阿办都莫出啊，你拢围起来，你拢莫出，哎，我都无意见啦，我来安个讲啊。其实吼，迄种过去迄种观念，迄种保护主义的观念，因为抓中油，因为有一种优越感的观念，迄个时代应该是不应该存在啊。按这样，伊就是拢在有一种存在的意向啊。哦，所以就是讲，爱去在我先人伊来拜托你这边爱打沟通，我这边爱打沟通。因为你平海人啊，迄种死头工吼，真正是拢停顿一下啦。我想简单甲你讲啦，讲油厂国小啦，按大多迄个站在油厂国小边啊嘛。油厂国小较早还袂交予市政府管理的时阵啊，优秀国小就中油的啊，要叫人拆起来，伊嘛不爱，伊嘛不爱配合市政府教育局啊。迄阵教育局要叫人拆起来，伊嘛不爱啊。到尾啊，伊较全部捐献过来，按迄个教育局的时阵，按教育局的，我随意找局长讲，我甲迄个校长讲，马上随拆起来，拆起来，为的正是视线很好，视野很好，没有目无着石头啊，因为你视线愈好。沿路的人遐恁坐内底，要安那讲头，要下个头毛是台电脑要行出来，人沿路的人遐恁坐桥倒来，人遐恁坐，大家都看到啊。咁是安尼查到有无？小偷没有啊，从来没有，拢无小偷啦。所以因迄种围在迄种观念就对啊，确实讲即围篱吼，你若是讲过去军区上封闭的，咱军区都会当改建拢拆了了，进全高雄市围墙啊围上济，就敢那当中有遮就对啦。尤其包括即个无路的土地也围啊。这是非常不应该啦！哦，我要把他叫你讲，你去再努力再沟通啊！我这边我也去再跟他们讲，哦啊，无听下，我逐摆都是我来讲啦。
我打工的啦，大多一边是霍昌路哦，这边是左兰路哦。另外，你这边左兰路有位原在是拢甜甜甜啦，这是左兰路哦。哦，唔是讲刚刚是左兰路讲拢无停哦，全部拢甜甜甜哦。你有位就是拢全部甜甜甜，这种左兰路，有位就是拢甜甜甜。这捷内卡大多一边我规排的就是霍昌路，迄无同方向，无同方向。啊，你看这边这嘛是拢甜甜甜啦。无迄个讲无甜甜甜的，就对个拢甜甜甜啊。吼、哦，我摆到局长讲，因为这个问题吼，还是讲老百姓的诉求啦。吼、哦，就是讲一而再，再而三啦，讲多一摆啊。伊老讲吼，看下协中游协调，我们又不去强占啦。俺嘛是个摆到讲叫中游吼，好哩啊，甲面沟通，甲面讲啊，吼、哦、提供迄个停车场，因为停车场，我那无要盖硬体设施啊啦。你后摆讲要重划，恁讲要哪用？有一天恁要开发？我相信市政府咪配合伊嘛，啊，无可能讲做临时停车场以后，吼、哦，提供停车以后，我就无咧开发啦，那无可能安尼啊啦，吼、哦，咁样咧，就是讲你为用到这一块土地以前，临时做临时停车场，提供附近的人来方便一下，这应该是合理嘛，我们又不是强占他的土地啊，吼、哦，咁样咧，我打讲诶，嘿，安尼伊在中央就强占老百姓的诶利地，嘿，把人的建地讲划到利地都围落来，嘿，嘿，正强占的，那我们是跟他协调了，吼、哦，包括局长你这边吼。哦那個多努力啦，哈！啊，我这边我加减啊，到沟通一下呢，好不？好了哈，好，你请坐，好，谢谢。佮再来哈，因为啊时间长小花哈，这个霍进师哈，霍进师就是讲按这个维理哈，我是要啊那个水利局长哈，建议一下哈，按这个山脉啊，当然是好看啦。哦，这个、山脉，这个围里好看。即马有像我刚刚有一种啊，伊是塑胶做的啦。啊，塑胶做的吼、哦，可能是不是氧化会脆的？袂，我是无够来，我唔知啦吼、哦。我种啊用塑胶做，伊较袂烂的。我意思是安尼啦。啊，你用这山脉，俺即马用这山脉做护栏吼，啊，山脉做护栏吼，拢会烂呀。哦，因为这像这拢烧螺丝的，啊，这有时啊就是讲。那个骨拢烂去啊，啊烂拢烂去啊，烂拢烂去啊。哦，啊是不是按会当来改变讲，因为即马有一种迄塑胶做迄种迄条啊，迄吼，迄你看吧，甘擦色同款啊，伊话做啊甘擦色同款啊。啊，当然是不是讲，伊耐会当耐几冬，啊是伊火日头晒的时阵啊，伊氧化袂，催化袂，会歹去袂，伊的寿命是偌久？这我是唔知啊，是不是讲会当比较一下讲？用山脉啊，甘用塑胶，吼、哦，迄种物件咧比较讲对一个寿命较长啊。因为你若寿命较长咧，安尼减轻我们维护的费用啦，安尼减了真侪费用啦。安尼吼，我相信讲对按市政府的这个预算也好吼，对按这个财源吼，安那较袂浪费安尼啦。啊无这唔讲讲说话吼，足侪啦几条啦。啊，当然即马最近。水利局有发包下面后去做，顶管来去做，因为这规座拢歹去啊，侪啊，啊，佮维修个风台来吼，佮风台来佮扫块位拢歹了去啊，有去维护啦。啊，当然就是讲佮有部分哦，啊袂有单要发包啊袂做。吼、哦，这部分我是毋是请局长担负者？是毋是讲我呾讲讲是毋是安尼当？是毋是用塑胶的寿命咁长的寿命哦？是毋是比较一下安尼吼？请局长担负者。请局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黄议员吼、哦。那这个后进溪的栏杆我们大概分两阶段来更换。那第一阶段大概397公尺哈，它在今年的4月有完成。那主要就是把过去的这些木质的栏杆哦，用我们目前，高雄市里面在河岸旁边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一般的金属栏杆。那这个是有考虑到它的耐久性。那议员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是用那种塑木式的哈，那塑木我们目前大概用的位置是在一些座椅。等等的，那确实它的耐久性会比较好，但是以栏杆来讲，因为我们在考虑到它的一个那个价格，因为塑木的价格其实还蛮高的，用栏杆的话，它价格一般来讲，因为整条都是一样的一个样品，所以它价格会比较低。那第二阶段我们目前已经发包，那就是议员所那个图面上所秀出来这些位置，在明年四月以前，我们会全部更新完成。你即马，你的意思是讲，即个塑胶较贵了，对啦？塑胶迄个塑木的计数吼，伊会真贵。嘿，啊，阮会去评估啦，就是我若伫一寡较
重要，因为迄个起来，然后万的刻录的比较大范围的这种比较精致的这种景观，我们去考虑。像那个人行座椅那个部分，万能用这种塑木来的做。因为我是我感觉讲吼，比如讲你用茶的，寿命啊，比如讲七年啊，啊，你用塑胶看是不是会当十四年？吼，啊，是不是这个价钱？你要用茶的，会当七吨，吼，比如讲一平方五百，啊，你啊用塑胶一平方一千。啊，是一平方八百，哦，我意思是讲用这个时间来换算一下，来算讲要安怎安尼对安尼维护哦，主要是安尼维护哦，看卖遐悬安尼啦。维护卖遐悬，搁再安尼美观嘛，搁较水啊。哦，卖讲无地地，搁派去，搁几条拢派去，回来讲安要维护哦，按政府着搁再用开了足侪钱安尼，要维护也无方便嘛。好，感谢呢。好，嘿。哦，这部分较拜托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啊，大家感。感谢黄议员的咨询，今天的议程到此结束，散会。